然后自己打一刀。好，再压板。好，这里没预判到，他挖雪直接翻板。然后这里就等钩子好，不急。那基本上是三次钩解决。那其实机子估计要开始掉。这里有耳鸣，可是这里的话找不到位置。然后到这里还要去偷，差点被偷到。好，这里直接勾一下，然后这个派地没派地到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手木抓到前面这个，是机械师，没记错的话。这是机械师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囚徒的血量，看起来是手木来救，可是我觉得手木是救不到，所以这里的话我就没管，我也没回手。然后这里囚徒是被佣兵给偷了，也说这四个人都在这，这我还真没想到。这个就是打 TP 流很容易遇到的时候，就是人被偷。如果是我这种打法的话。来挂飞后第一件事，你要找到两个健康满血的人，然后传授的话就反正他们压不好，所以传授在之前一定会好。小木木先锋，然后思考一下要抓谁，然后这一路上遇到一个机械，我先不管。这里就直接打一刀，然后再打一刀，来，可能会有觉得为什么你不挂，就是娃娃嘎嘎休息的那里。那里有一张椅子，主要是那一张椅子被救下来之后，假如说我没有打到他的话，会被丢起来，就是那个位置不好追啊。我倒觉得刮小木屋这个位置还挺好追的。然后这里不管机械，直接去找守墓。然后打一刀，然后打一刀之后，这里靠右边，因为剩那一台我估计快压好了，所以我这里直接谁都不挂，直接抽过去找他们，也没有他们啊，就一只。这里我只要杀得够快，就没什么问题。
两个字摸起来之后，不要管，直接去管电机。先确保这台电机是没人摸，然后再去找人。这不要管啊，这里守墓，我判定还是交志奇啊，所以就回来守。